包哥呢，伊讲吼伊伫碟温室红土栽培着吼小黄瓜，啊已经连续种两届啊，每一届吼拢用吼花蕾啊吼、哦、翻过啊一份地呢用地爱二十公斤的有机肥二十包，采收的时间吼、哦、是用大肥五号基农肥，啊一礼拜七公斤加灌，算讲灌的吼、哦、哎倒水走安尼敢会用诶？嗯，诶目前哈、哦、目前这个听起来安尼。 啊，这个小黄瓜哈、哦，就是讲。 一份得二十公斤的，即个有机肥二十包，吼，这个、这、这量已经啊，我、呃、那算介有即、这个介有水准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一般阮倒数即个小黄瓜，吼、哦呃，啊，阮较少讲逐刀翻啦，吼，一般拢是翻两遍至三遍的时阵呢，啊、呃，啊来整一盖，吼、哦，逐遍拢安尼，拢安尼捂，吼，有时啊，会感觉讲冻无啥会掉，吼。伊通常阮的做法著是讲，啊、呃，较早啦，吼，这。 静啊，即马静静诶，差不多啊，改烤起来吼，即、哦、呃烤烤起来改落落地即个高低吼、哦，落大高地高低无无拖出去。<laughs> 一个人一个人做啊，拖水实际上应该是较好啦吼，但是我一般是无甲拖,出拖出我淹水，无甲拖水，阮即满到底个饮水饮甲过高敏吼，饮过高敏了呢，呃，当上的是讲伫即个吼、呃、啊嘛，互伊毒者，啊，即嘛毒一下会暖嘛吼，系堆肥菌啊系即个吼呢，啊，互伊会暖吼。啊 你嘛熬了有暖了过去啊，是毋是啊？甲熬过熬过了，坑咧互焦吼，啊坑咧互焦呢。这中间啊，得看个时间啦，吼。啊，伊小焦者焦者了呢啊，用天油梅啊呢，小芳者啊呢，好这啊，芳迄个高低吼，芳一点啊，这高低安尼吼，啊。 即个多数阮是用即款诶一即做法啦吼，即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有一点点无相共款，但是是讲，呃，特别拢胖吼，当然感觉起来应该是较好啦吼，来讲啊，但是即个多次诶即个翻耕吼，有时啊，呃，成本吼，代金当中，当然你若是讲家己爱，爱我著讲家己下吼，即、这个物件家己下，家己往胖吼，啊，即、这、无、个、差吼，啊无即、这个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即是一个成本上吼，成本上可能得比较较大一撮啦吼，啊，所以即当互你。 小做者者了解吼、喔，大概咱会当看着是这款的这这做法吼、喔、啊，所以啊，采收诶时间用即个台肥植绒吼。啊，即个植绒诶一个、喔、一个植绒五号吼，植绒五号这款诶一个啊，即个即个肥料啦吼，来讲即可能诶、呃、比最主要是即个比例啦吼，即个也、啊、无一定讲是啥物啊，啥物物件得好，啥物物件得毋好安尼吼，这主要若是迄个比例吼、喔，啊，比例若是适。 冻的时阵就好吼，啊，这个台肥五号呢，大概单价比吼、哦。 一比二哈，1> 1: 2, 但是伊公斤管啦哈，所以这物件摕来做也也不是说不行啦哈，但是就是讲啊，伊这个零呢，伫土壤内底其实是咱的一个一个负担啦吼，就讲咱对免较侪这个零吼，伊这十二十二十，所以呃，这嘛是有可以去用啦哈，等、就是讲啊，一星期七公斤吼、哦，这个喷罐吼、哦、对最早吼，这应该是无什么款的解个问题哈，七、哦、公斤啊，一礼拜吼，一分题一礼拜应该都差不多哈、哦，这个量呢啊，大概就是六公斤。 斤左右是一个非常适当的解量啊。呃 大致上是即个量应该是可以的，但是的是讲，诶、欸，较担心可能的是讲，即个加会稍微比例上会稍微啊，有一点点无啥搞安尼哈，这可能是这方面来讲呢啊，咱会当少注意着吼、啊，这大概是按的这使、这个、用的方式吼。啊，毋过即种肥吼、啊，这集中有效的冷的时阵然后，较、啊、冷的时阵呢啊，效果会稍微差了一点点。 一点点嘛，唻吼，无改明显，吼，呃，但是就是讲伊最主要是氨胎蛋，吼，所以这鸡啊呢，有当时啊，诶，伊迄个色吼，会感觉真，迄、那个色水感觉哪从它。 较恶毒迄种感觉呢吼、啊，啊，即若无做详细看，其实内底也无啥感觉吼，啊，所以这应该是可以,以上也还可以吼、哦，啊，即互你小做者参考，但是就是讲，啊，伊最大这個问题就是忍受者忍受者，因为做伊即个小黄瓜食无遐济吼，小黄瓜食无遐济吼，所以你忍受者时阵呢，有当时啊，的变做对即个土壤呢，啊，是另外一种的即个压力啦，吼，就是讲，啊，真有可能吼、哦、的变做咱一个即个另外一节啊。 对啊，所以这有你小了解着，这大概是这款的这经营哈，所以有时啊。<music> <music> 真诶，话讲啊，我他都肥嘛，羊毛真侪啊，伊西他啊管，伊这年伊都食无，伊食无较，食无较济。村里头较缀主人呢，啊，这些物件吼，的、哦、真有可能吼，真、哦、有可能呢，啊，變的变做是即款呢，一个一个，呃，咱讲诶讲原机诶一个迄吼，就爱就在那一边安尼吼，所以即互你小知影者吼，啊那会使就是讲啊，一般搭话啦吼，就讲、是、稍微诊断一下哈、哦，啊，然后用。 嗯，即、这个硝酸钾吼，或者说把磷吼，因为你的比例的氮跟，因为咱只有氮跟钾没有磷，所以那个磷的压低啊嘛，所以你也是讲会当用啊，即、呃这个有来用啊，基本上都无什么困难解决问题哈。要用什么用？唉、哎，就、这个、硝酸钾来用啊，配合溶磷菌啊，这一、个、般起来呢效果反而会更好一点哈、哦。这个、提供你做参考啊。